个字，下面。我感觉不到。你下面感觉不到。我努力让你下面感觉到。所以说大家好，我是六月，我是达斯，我是肖心妮。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我告诉你们，有人要来踢馆，很明显就在你旁边那三位吗？我们欢迎 Yes 九层山的 DJ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Jeff。Hey， 我是 Jenny。Hi， 我是玫瑰。我们是 Yes 九层山，大家一起来。我觉得我们输了。他们蛮有默契的嘞，你看我们，因为我们今天是来接受挑战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错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其实要跟你们进行比赛，就是我们刷一刷，我们有队名吗？他们有叫大咖一起来，我们是吗？我们叫刷一刷老板的卡。我们是刷一刷老板的卡 ，versus 大咖一起来。我们今天呢要进行的是三个游戏项目，是，然后三局里面一定要赢两局，然后才算胜利。然后最后的话可能会有惩罚，就是如果我们输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有；然后你们输，你们就会有。其中有一个人不爽，因为他有去过933的那个 audition， 但后来没有进。是谁啊？就是你。真的吗？你去过吗？我去过，然后那坤华哥就马上把我刷掉了，我连第一轮都没有过。OK， 够了够了，我们直接进行比赛，来吧。好，我们马上进行今天的第一场比赛。啊，是我们来念的。今天第一场比赛呢，叫做《向天堂的悬崖》。哦，好，轮到我了。每位参赛者必须跑过天堂路，随机抽出绕口令，成功正确念出绕口令，才能够回到原点换下一位参赛者。每人轮两次，两组分别计时，时间快的一组获胜。我觉得他们读得非常好。对，933 DJ， come on。而且我们这边有歌手哈，《向天堂的悬崖》。来。给我像是天堂。OK， 可以了，没有版权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来布置一下现场。好，我们现在剪刀石头布，决定谁先开始。来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出剪刀。好，可以。剪刀石头布。你可以不要相信美女吗？容易被骗。你我以为是心理战术啊，他骗我，然后之后他就真的出剪刀啊。你选谁？你选谁？谁先？他们先开始好了。好 ，OK, 好 okay 好。那 Jeff， 好你我先来。计时开始。哇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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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嗨，山前有个吹出腿，山后有个吹腿出。爹爹，你哪有后腿啊 ？OK OK， 山前有个吹出腿，山后有个吹腿出。出出出出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啊，山前有个吹出腿，山后有个吹腿出，二人山前来比腿，不知是吹出腿比吹腿出的腿出，还是吹腿出比吹出腿的腿出嘞，多了嘞，多了嘞，还有那，还有上一山下一山跑了三里山，我再来，上一山下一山，山上海拔300多，上了山大声喊，我比山高33。老农恼怒闹老农，老农恼怒闹老农，农怒老老农，农恼农怒农怕农。到到到，你会炖炖冻豆腐，坏了我的炖冻豆腐。No need to light a night light on a light night light tonight. 1-1 was a race horse. 2-2 was 1-2. 1-1-1-1 race. 2-2 1-1-2. 不是，如果超过2分31秒，你告诉我，我们直接放弃。要有那个精神 sport mention。我们没有。计时开始。No need to light a night light on a light night light tonight. 好怕。飞飞佛佛捉凤凰，凤凰藏在凤山。重来，再来。飞飞佛佛捉凤凰，凤凰藏在凤山。过来。黄凤凰，红凤凰，黄凤。粉凤凰，飞飞佛佛头昏眼花，很痛哎！你为什么会没有感觉？少一个字。飞飞佛佛头昏眼花。Oops。飞飞佛佛捉凤凰。飞飞佛佛头昏眼发花。哇！哎，还有你啊！我们一轮就结束了啦，我们一轮就算了。不用玩了。啊，这个比较简单。
简单吗？正确。石狮庙前有44个狮子，是哦。石狮寺前有44个石狮子，寺前树上结了44个。寺前，大家别录取我是对的。寺前树上结了44个柿色柿子，寺前树上结了44个柿色。你先把所有的生字先跟他读一次，让他知道他的生字怎么念。救我！44个色柿子。OK 色。六月哭了，怎么这么难？2分31秒了吗？还定是20分31秒了。好，我们输了。好，我们第一圈获胜。Yes， 93。我们来直接进行第二个挑战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。里面。第二场比赛，黄的蓝的，傻傻分不清楚。听完题目之后呢，要举手抢答，把羽毛球打进你认为是正确答案的黄桶或者是蓝桶。如果打出去的羽毛球没有掉入任何的桶内呢，不但无法得分，还必须爆一个料。哎呦，来吧。我们问题准备好了吗？第一题，耶！九三大赛现在播出时间是今天。没看。哦 ，yes。第二题，嘿。打他。蓝色。OK， 出去了。哼。不要停。三，杨子去吧。下一道题目，前面。哎，来。蓝色，嘿。哦。下一题。来，给你。啊。爆料！我们还有什么料可以爆 ？Jeff 的年龄，那不感兴趣。他的坏习惯，他很喜欢闻那个东西。你们猜？他的手指？你说什么？手指？手指啊？不是，因为如果你动到食物的话，你会想，哎，食物的味道会沾在你的手上。骗人！早上你都没有吃早餐，做什么东西你都没有再闻一下。OK， 好，下一道题，新传媒队来，三个，蓝色。熟能生巧。下一道题，黄啊！你们可以 move aside 吗 ？Sorry。哎呀，一直影响我。太敏感。哦，不错啊，因为一直推我。爆料。我觉得那个啦 ，influencer 那也比较精彩吧。哇，很厉害推。我真的讨厌一个蛮红的新加坡歌手，因为我觉得他蛮骄傲，因为你有跟他名字什么英文字母，他的名字start with S， S 的 S 的，我跟你们讲了，谢谢大家，下一题 S 是什么？ S 是英文还是中文？对呀，刷一刷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我不知道答案什么，可是我必须打进去就对了，快点答，哇，为什么？一心一意啊。下一题 OK， what's the answer？ 蓝色啊。哦，我们赢了吗？第三场比赛，最伟大的作品，禁止说话和写字，负责出题的在队友背后哦画出歌名，第二位队友要接着在纸上画出，由第三位队友来猜出歌名是什么，10分钟内答对最多歌名的一组将获胜。好，来，我们开始示范给他们看怎么玩。准备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。歌手是容祖儿。五个字，来，这个是重点啊。Dust， 我真的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哎。Okay. 你可以对我用力一点吗？我觉得你们放 Dust 在后面是一个错误的选择。OK， 你觉得放我在前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？好，各位 ，Next。佳佳，歌手是佳佳，3个字，画多几次同一条线。这样，这里到这里。对了，好。OK， 好，猜一下吧。太急，你看我们三个的，是不是？好，算了。哎，你去猜。哎，你跟毕书尽熟吗？不熟。OK， 熟不熟？哇，这个更难，这个不是我们的年代 ，Sorry。九泽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我知道，九泽跟 CP。那个是陈林九跟秋风泽的 CP。九泽 CP， 还以为九泽跟 CP 两 ，Oh my god， 我们输了。九泽 CP， 来，五个字，前面请闭眼 ，Yes， 好，这里林俊杰 ，OK， 熟吧？四个字，前面2个字，下面，我感觉不到，你下面感觉，我努力让你下面感觉，下面。
哎，你开始随便讲四个字的周杰伦的歌。林俊杰啊！林俊杰。OK， 然后时间到啊、哦，谢谢各位。什么东西？豆浆油条。几分哦？一分，而且是我自己猜的。孙燕姿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好 ，OK， 来。超快感，天黑黑。哦，他讲了 ，OK， 好。五月天两个字，第二个字。哇，其实真的没有 feel。现在你们知道这么难对吗？我们放弃吧。啊，下一道，下一道，互相怕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脚啊，足啊。蜘蛛讲话、哦。应该画蜘蛛。张惠妹两个字。张惠妹，就那两首咩？猜啦，讲。干嘛？对不对？林海。对，有有。王一达，王一达，你跟你讲几个字太容易了。那你先猜，他是你们队的吗？看清楚啊，我们看不到。啊，这边呢、啊？那女孩对我说：“你看，我就在讲，我画的有用吗？”你们先看他很有用的画图画。所以这是那女孩对我说。现在我有一个挑战给你们，你们不可以开口画，就是靠画而已。你说歌手，但是你不要说几个字。第一个周杰伦。我画对吗？我画对吗？这样、啊啊、这样。对啊，对，再来啊，这边这边，我。哦，我叫屋顶，屋顶，哎呦，屋顶，陈奕迅的歌五个字 ，OK， 第四个字啊，有些时候他是这样的，有些时候他是这样的，我觉得他本身不知道他在画什么。我不懂你在画什么，时间到了，哎呀，看一下，给我们看一下先，我知道，谁来解决吧。恭喜胜利的就是刷一刷，恭喜你们要吃这个啦，来恭喜恭喜，我们的惩罚就是要喂他们吃。OK， 我们再透过，我刚才有一个有绿色的，这个里面是什么？是 wasabi， 不是 wasabi 啊？有，是 wasabi， 有 wasabi， 怎么样？它慢慢开始辣了。所以你们的没有啊？你们的没有没有。刚刚我看到有，我才给你。所以大家吃到的。我等一下，我觉得你是饿到是吗？辣吧。对，很久没有吃。太累了，刚刚玩了那么多游戏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 Yes 九三三来宣传一下。All right， 我们的 Yes 九三三大开起来，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陪伴着你哦。Yeah， 然后当然我们还是有我们每一天都会有的那个大咖头号人物啊。没错。当然我们都会带来很多的欢笑给你啦。是，如果你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，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电台节目，所以每天早上呢，让我们陪伴着你上学上班。耶！我觉得节目当中很多的互动很好玩。对，哎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哈，的大咖秀。耶！好，谢谢三位大咖，一起来，谢谢刷一刷，刷一刷，谢谢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， 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视频不漏看。